9块92个。 你们看一下，就这个，大家看，里面就稍微带一点，但是这个很好吃，有点那种绿豆饼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实体店的那个肉松饼的话，会有点油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有点像那个绿豆饼的感觉。 里面是带一点肉松，不能太热了。